猫怎么了？姐姐在给姐夫的哥哥打包鸡蛋，这是他们家自家鸡生的鸡蛋。你也会修啊？啊，大的小的都有，不标准不规则。你盯着。嗯，还有包装基本上不会坏的，有隔垫，下面有隔垫，中间有隔垫，然后有泡沫隔垫把它隔开的。上次我们去北京，六个人感谢姐夫的哥哥关照我们，住在他们家的。这个都紧了点了。有20个装的，30个装的，40个装的。会不会？后来我没敢再吃过。光挂心了，那就别上。等会儿进城送菜去，还有两只鸡，本地的订单。每样2斤。这四方，好孩子，吃血肉，你行了呗？死硬板，嗯，128，128，让别人家一口气打，我今天不得下来吗？几只是谁这哈？找一下地址。嗯，好。最近还是好热。送菜去，很近的，我们扎去巴掌大的地方，开个车，10几分钟就把整个城溜完了，很小。你看过去就3.6公里，因为我们家。那片就属于市区，只是说它在市区的郊区，所以进城都很方便。我们旁边前面就有个大的菜市场，离我家是最近的，但是一般都不在那边卖菜。另外一个菜市场平常经常去的，就是大概离家5公里左右。清点一下发给顾客都有哪些菜，暂时赶不来取菜，让我放在保安亭里了。先放一个吧。这会儿不在家，等会儿过来取，放到保安厅了。嗯，我们现在去平时我们出趟那个菜市场看看，这个菜市场好像改革了，我们去看看一下改革成啥样了。菜市场门口打了桩，做了2名城管人员蹲守值班。哦，不要，旁边还有个大西瓜。我知道我那盘子好久没吃上了。我到了到北京去了。耶，这段时间我是几十块钱的，从北京才回来。多少钱的？啊。十块三斤啊，嗯，你买的好高啊。
甜的呀。嗯。啊，然后就拿了好高的那什么。红糖喝到没啊？凉水。那我这个地方就会给点水。买两个凉水，我很喜欢吃凉水，还有花生，本地花生也出来了。要是到时候挣的。哎。好，走啦。好。的确是儿死消失了，现在又是时间管了。然后圈子那些都不用进来的。好，那个批发的也干到其他一个市场去了。但里面主要是很多本地的菜农，没得摊位，很多摊位都被他们占了。那为什么以前摆在外面就是没位置呀？有位置都不会摆在外面。我没车的以前，我爸爸，好久没来了。哎呀，你不想今天我有点花。我穿上背心。我从小上都不大想，我今天跟我弟弟上去。我们本地的小花生特别好吃，里面的籽会饱满，吃的还很香。好了，你擦澡啊。我们今天自己种的有，今天妈也种的有，所以少买一点。不买了。啊，这什么什么的问呢？你他妈什么的问呢？哈哈哈哈爸爸，你这都没菜的啊？哦。这是看上去有点熟。哦，给我搬去的。你要经常买碗的菜哈、啊。这豆腐脑热乎的。哇。我好久没来的。以前都那边面，因为没位置了嘛。我都差不多一个多月没出摊了。这段时间出去玩去的，才回来。嗯，那你时间就刚好，你我当时都不一样，哈哈，过来的。今天花生特别好吃。公姐啊，啊，